先杀后爹再抛尸。太吓人了、哎、这老爷们儿，你长得这么粗犷呢，一天把那花采来采去的干啥？你那么喜欢花啊，又不是采花大盗。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，不早白不采，妹妹送给你。谈恋爱不？啊，谈恋爱不？要与真相许不？先谈恋爱不？谈不谈？我考虑一下。你考虑一下，就先杀后爹再抛尸。太吓人了，拜拜，我走了，再见。这老爷们不敢惹。好，这个吧。好多呀，哦，这么多。哎呀，颜色好看。好，还有草莓吃的。我看，这啥草莓？野草莓。见过。要不要吃？想吃，给完你给我吃一个吧。好啊，来，花送给你。耶、yeah.